岁以上女性减脂增肌可以同时进行吗？很多人最近在问我这个问题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。因为四十岁以上女性最注重的什么呢？就是健康啦，不像二十多岁小女孩就要干瘦，要减肌肉，我这个听着都可笑。四十岁以上女性最重要要关注什么？增肌，增肌，没错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你身上很多的肥肉是吧，肉比较松，尤其是这白白肉这地方，然后包括这个肚子上的肉特别多，然后包括大腿，这些都是三大难点，手臂、肚子、大腿。我知道四十岁以上女性想要做的时候，她知道没有什么肌肉，然后肉很松，然后皮很松，想要紧致怎么办？想要减脂同时增肌怎么办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答案就是肯定的，减脂增肌可以同时进行，尤其是什么，就是新手福利期。因为找我来的这些学员，99%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呀，负重训练这种训练模式，没有系统的进行过，而且就是进行，你至少系统的进行这种半年以上，你可能算老手了。所以都是新手，从来没有接触过，没有做过负重训练。好，那么来找我，我用我的这个十周变身计划。最好的就是什么，有一个新手福利期。新手福利期就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负重训练，那你刚开始做的话，你就可以减脂增肌同时进行，而且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。你用我的计划之后就发现，哎呀，脂肪下去了，肌肉也紧致了，然后这时候身材就有线条了，皮也不松了。最关键什么，做负重训练可以激发女性的性激素，让你的满面红光，青春再现，然后就比同龄人年轻10岁，都是没有问题。但是真是就是记住什么，新手福利期，就是你从来没有系统的做过负重训练，像我这样可能就是又开始老张卖瓜，自卖自夸自己训练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新手福利期那就不行了，不能再用了。为什么？就已经这么多年的训练，那么就是减脂，要不你就减脂，要不你就增肌，就是很难把这两个分开。只有新手，只有你从来没有做过，那你来找我好，那你就是减脂增肌可以同时进行，紧致全身的身材，然后减掉脂肪，同时增加肌肉，让你线条好，让你马甲线也出来，让你精致的手臂都可以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福利期，所以一定要抓紧充分利用这个福利期，做好负重训练。找一个专业，你自己最好不要轻易的做，你可能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训练反而受伤，或者是过度训练等等，找一个专家，或者你找私教，或者你找我，你用我的计划等等都是可以的，有专业的指导，然后利用好这个新手福利期，就可以减脂塑形同时进行，就会看到自己的马甲线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精致的手臂美背，然后腿也会细溜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放心吧，新手赶紧用起来，从来没有做过负重训练，现在就开始做，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好消息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，想实现自己彻底的完美蜕变的话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把我过去健身14年总结下来的这个精华，40岁以上女性蜕变这个精华，做成了一个7天的培训，免费给大家传授我用的这个底层的基底的这个秘籍。所以学会了之后，你也可以拥有马甲线、精致手臂，夏天要来了，穿上泳衣去海边给家人一个惊喜都没有问题。其实非常简单，你离好身材已经非常近了。希望就是小众的，非常就是小众的这个premium， 相当于是 small circle， 不希望传授给太多的人，我就想专注在真心想蜕变、下定决心改变的。但是现在还有名额，下一期现在还可以报名，在下面留下夏日蜕变4个字，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。也希望在这个培训里面见到你，培训里面就是最干货、最底层的东西。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直，然后也不化妆，也不怎么样，就是最精华的、最干货、最直接的东西，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所以你学会了，你也可以完成蜕变，一定不要错过，全都是干货在里面，好吧？那咱们就在培训里见了，现在就可以留下夏日蜕变4个字，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。希望在培训里面见到你。